们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当时的话2000年我刚刚离完婚回到家里，结果我弟弟就发生了这个父亲纪委爆炸案这个事情。一发生完以后，当时我的女儿才10岁，我就奔波在茫茫的上房路上。从那个时候我抛弃的一切都在上房，就控告了好多年以后，我原先的时候信心满满，我是认为说有理走遍天下，我就是说不断的诉求，我想总有一天我这个事情会解决，会很快得到解决，找到相关领导会很快得到，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我走了一年又一年，事情完全都没有得到解决。到后面的时候，我慢慢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说，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说我得到别人的帮助，然后看到别人，就是说我能感受得到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哪怕是帮不上，真正的忙帮不上，哪怕一句安慰的话都会让我感到很安慰。那我这时候的话，我也想说用同样的话，别人给我的这份爱，我再去关心身边更需要比我更弱的人，去关心他们一下，让他们就看到希望，有继续的话去诉求法律正义的这种希望勇气走下去。就是说也希望说每一个人哈，在这个点点滴滴的积累过程当中哈，能在推动了这个社会的法治的进步。因为每个人都站出来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说不的时候，他就会慢慢慢慢的得以纠正，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还有的话，每个人比如说都在捍卫自己的权利，然后这个社会的法治就会逐步的改善，大家都会在推动。就像包括这一次大家这么多网民自发性的从全国各地都到福州马尾来声援我们，我就看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希望。因为维权意识大家哈都在，大家因为失去了太多太多的权利以后，然后的话自己身处其中，现在就特别渴望这个权利，因为失去的东西他才特别渴望的去想要回来。我当时在里面也想了很多，就是说家里人在承受的过程中，我母亲因为我弟弟这个冤案的事情，她一下子头发都白了快一半了。然后每天我妈是我们家是基督徒，然后每天哈，就是说半夜三更哈，都会从她的房间里面传来，就是说泣不成声的祷告声。那时候我的心如刀绞，我就觉得说我自己特别的无能。为着家，为了我弟弟的冤情，为什么都没办法，就是说自己的这样苦苦诉求的过程当中都不会减轻我妈妈心理上的那种压力与包袱。我特别特别的害怕我妈妈哈，她无声无息地坐在你的身边。哇，我那时候我心就是说那个压力很重，自己就是那个气氛感到快要窒息一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面对我的母亲，我该跟她说什么，该怎么安慰她。我很害怕这个，我有时候都会劝我妈妈说，哎呀妈妈啊，你跟邻居的阿姨到哪个地方去散散心，要不然的话我那时候我自己都快窒息，真的我都很害怕跟我妈独处。然后我妈妈就静静地坐在你那个旁边，然后一脸茫然的，眼睛里面是空洞的那种，不知道在想什么，在好像就是在哀思自己的儿子，又是儿子自己现在的状况。因为我他也比较担心我弟弟原先身体是有病嘛，是那个肝炎病。那后面的话就是说在案发前的时候他已经就是说坚持吃药已经治愈了，没事了。到后面的话身体在里面在经过那样子的惨无人道的折磨的话，整个身体肯定是每况愈下的。还有在看守所里面我也经历过，里面的伙食各方面根本就营养什么根本就跟不上。还有在这个期间，就是在恶看期间，我也听说就有好心人告诉我，我弟弟曾经去说在关押一看期间跟永泰看守所期间都到过建新医院，建新医院就是监狱医院嘛，去内科里面去治疗。去治疗的话无非我现在就想就是因为这个大概肝的病。还有平常的话我也经常往看守所里面寄，我弟弟也写信寄肝药了什么，或是里面的看守所催我要买药进去。那我现在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在消耗的过程当中哈，我隐隐也在担心在消耗的过程当中我弟弟
身体能不能撑到直到公证的那一天。我有一点的话，我还是蛮坚信的话，就是夹案难成真，你再大的权力也改变不了最弱小的事实。这个就是说诉冤的道路，以及就是说维权的道路，关注身边的就是说其他人的这些法民的命运，我会继续走下去。我不会因为说你今年现在受到你打击报复关我一年，而我就害怕了退却了。我知道我们害怕是没有用，因为我们也别无选择，我们要的仅仅的只是我们的生存权，还有的话生命权、自由权。其实我们没有罪的，我们心里很清楚。所以即使在二看里面这一段期间的话，我心里也很坦然，我是相信说总有一天总会云散雾开的。高兴吗？见到妈妈？高兴。是啊，妈妈今天能走出来，也跟你跟网友们互动也是有关系的。要不然当时的在公安的时候就会被刑讯了。我看到你319416非常的坚强，也非常的勇敢。从我妈那边学来的。被逼出来的。那你有没有害怕过将来你还要工作呀，还有什么想做一下？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就想妈妈能出来，就现在我和妈妈是相依为命的。妈妈出来要是没有出来，那拿我工作那些又没有什么用。你妈妈她关心别人的事情，并不是关心舅舅你舅舅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要自己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以后才会来帮助你嘛，这样子。你现在有没有受到一些打击啊？在学业上，学校或者是以前。初中的时候有吧，因为他们那些警察有来我学校找过我，然后在办公室老师都在那边围着，在那边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在那边还做完那种他们说笔录以后要我签名，我不签，他们还一直叫我签。后来我气了，我直接跑到教室里面。后来他们有跟老师说了一些什么，老师后来还找了一下我，在那边讲，然后同学之间就在那边传嘛，哎呀他爸他妈离婚了，然后他舅干嘛，他爸又干嘛，关在监狱里面什么的，会传。你说你难过吗？那是肯定会，那时候还不懂事，会吵着会跟妈妈闹嘛。我说别人有爸爸我干嘛没有爸爸了，那时候还会跟妈妈闹，现在不会了。那你觉得就是你现在在上学吗？因为妈妈这件事情，然后高三年，然后辍学一年了，一整年没去读，本来是想说高考这样。接下来怎么打算？看看家人怎么安排了。我记得好像还有去外面工作过半年，后来外婆担心不让我去了，我就回来了。自己想做什么？那时候是去药店里面抓那个中药帮人家配，就是这样。你在上高二的时候想将来做什么？将来啊，还真的没有想过，就想跟妈妈两个人好好的就差不多了，就可以回来是最棒的。想做一些什么学业？当一个做选择哪些职业？这些都没有去敢想，就想一家人好好的聚在一起，这就是最大的愿望。现在妈妈有回来了，然后有没有考虑自己将来？是想不想留在中国了，绝对不留在这里，不安全。妈妈怎么想你这个观点？妈妈应该会支持我，她不会说会来左右我，她都会尊重我。
说没有老虎庙大哥以及华丽文还有你们大家哇众网友们的关注的话，我今天的话也许就是现在还在二看里面，或是已经被送到女子监狱去了，我不会这么快出来。